这一棒打到了中间方向，出去了。哇，才刚刚在讲上一个礼拜打一支，结果在一局下半他马上就面对班华德，敲出了他本季也是生涯第六支全垒打。班华德今年对中信其实投的也不好，投了十局，防御率5.06，每局被上垒其实有1.41的。嗯，运动我这一棒来看的话，真的咬得很扎，中间方向平射跑。对，他也用实际的行动呢来力挺侯一中，就选我是对的。那这球。包括的投的稍稍有点甜，但其实带点尾劲，可惜走的尾劲变化不够大。是，其实有一些些位移的效果，但是那个效果好像刚好就跑到本垒板中间了。